负一全自动风管双边包缝机，配备手动上料台，配有开浮功能，让布料在进入缝制单元前无褶皱堆叠。横张力控制功能可保证包边条在拉料过程的平整受力均匀。采用左右双机头结构，缝纫机头为三同步综合缝制机头，具备自动升架，可缝纫30毫米及以下厚度布料，具备自动剪线功能，缝纫最高速度500转每分钟，可实现不同尺寸规格定长切换。缝制区域前后有同步带送料与同步混压料，可实现缝制过程连续送料，适用于20到30毫米厚风管保温棉的全。